这是早花型卵巢过度刺激，现在看到这都是腹水，这是卵巢，这是肠子，这腹水大概有500到1000cc 左右，一般我们处置就是抽腹水或者是打白蛋白，注意一下尿量的多少以及血液浓度、浓度 HCT hematocrit。